系，所以我们稍微迟了20分钟。你们打开这本书，第3章27页。这一堂课我们讲无蕴和名色。开始一点。我们这一堂课讲无蕴法和名色法，在这本书的第27页，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先掌握的。每一个认真想要想要在这一世能够修得有成绩的人呢，你都必须要认识这个东西，就是要把无蕴弄清楚，然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名色弄清楚，从自己的身上找这个名色。而且当你学会怎么找名色之后，当你在修的过程，就是平常啊，你会遇到烦恼妄想，你就会辨别升起烦恼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东西，你就会辨别它的名色。你一辨别名色的话，那个人呢的那个现象就消失了，就变成只有名色法，相信吗？明白我所说的那种道理吗？我们受苦，以及我们会起烦恼，因为烦恼而受苦，就是因为我们把我们所面对的现象当成是真的，当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我们面前，他引起我们内心的那种上下的脑波动，所以我们就被骗了，因为这只是一种世间的现象而已。但是我们学佛法的话，是要学佛陀所教的东西嘛，佛陀就把这个人的现象呢，把它分析成只是无蕴而已。无蕴的话呢，简单的说就是名色法。那你看后面最后一章，最后一章是讲16观支。16观支里面的第一个字，就是在151页。第一个字呢，就讲什么东西呢？名色分别字。所以早上我跟你们用安般念来分析这个呼吸的现象，全部我们所分析的东西都是属于色法。早上我用出入息、长短息、全息等等，我来分析给你的东西的，全部是属于色法，因为是一种物质的现象，发生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物质的现象。明法我并没有讲到，明法就是你那个在看着他的那个心，就是明法，就是你的明法，就是我们的心的那种状况，那就叫做明法。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分析这样的东西的话呢，那个观照者或者观察者就是一个明法，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而我们所观察的那个身体里面的呼吸啊、肺啊、心脏啊，对不对？胃啊、肠啊、肾啊、肝啊等等呢，那些是色法。所以因此你可以看佛陀跟那些解脱的人，阿罗汉、毕支佛等等，他们没有烦恼的，因为他们看见真相，他们看见我们所执着的这些东西呢，只是无蕴，只是名色法，所以他们就没有烦恼了。所以我们现在就去看这个东西，回到第3章无蕴法和名色法。
我们的身心的现象只有五蕴，即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简单的说，它只有名和色这两种法。名是指受、想、行、识这四个蕴，色就是指我们的身体。好，我们就翻到后面28页。这个呢，只有佛陀才能够做得到，才能够给我们这样的教法，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看我们自己。所有的那些哲学家，以及我们这里的孔子、老子都没有说这些东西，对不对？最伟大的孔子或者老子都没有说这些东西，西方的也是这样。甚至印度的那边的那些非常伟大的那些哲学家都没有办法说到这些东西，只有佛陀能够说出这些东西来。所以，好，我们就看五蕴为什么叫蕴，为什么叫蕴呢？以前翻译成阴，就是阴阳的阴，就是指它是一种组合的东西，它是一种因缘而生出来的东西，所以叫做蕴。是五种组合体，我们只取了一种组合体，所以我们的课诵本里面就说：色之取蕴，受之取蕴，想之取蕴，行之取蕴，和识之取蕴。我们只取它，我们去抓取它，认为是我的。我的身体，我的感受，我的想法等等，以及我们心中内心的那种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我们都认为是我的。所以我才就讲嘛，我说昨天晚上我就跟你们讲，为什么我们不学站在佛陀这个位置，对不对，来看这个现象，这样才是学佛，而不是站在我们自己的位置来看自己。你看不到这样，你必须要学站在佛陀的那个角度来看自己的身体跟心的这个现象，然后你就能够按照佛陀所教的来分析它，清清楚楚地看自己是什么东西。所以是受想行识是愚痴无闻凡夫，它只是我和我的五个部分。那么佛陀分析，他说我们要怎么样看它呢？我们必须从11种方面来看它，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美丑、远近来看这个东西。我们回想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对吧？现在我们可能没有去看它，但是我们常常去回想过去的事情，过去发生的美好的事情或者不愉快的事情，我们一回想它的时候，它就是过去色、过去的受，对吗？过去的想、过去的行为以及过去的事。那么有一些人又很喜欢梦想，梦想未来，你去梦想未来的话，就是未来的色、未来的受、未来的想、未来的行、未来的识一样的道理。所以过去、现在、未来、内外、里面的自己的身体里面的、外面的、内外，粗就是大致的大大象，细小小的像身体里面的那些虫这样，或者外头的那些蚯蚓这样。出席美的就是非常好看的、非常殊胜的，丑的就是很差的、质地不是很好的。远的跟近的，就是不管是在这里的还是很远的，在美国或者在澳大利亚，远的都是一样，全部都是名色法。如果你去这样仔细看它，然后你就会看见所有的那些人都在执着那些各种各样的东西。昨天我在敦煌早上的时候，我还没有飞出来的时候，我们前天
我就看那个电视里面的新闻，他最近不是一架俄罗斯的飞机降落的时候起火，结果死了41个人，38个人活。然后他们那天早上他们就检讨那个拍的视频，会说为什么在中间那段没有人滑下来？他们说，他说就是因为飞机上的那些乘客去拿行李，他执着行李，他执着自己的行李，结果不顾别人死活，然后结果飞机后面的人走不出来了，就被火烧死了。他不舍得他自己的包包，跟他自己的手机，跟他自己的背包，结果他去开那个上面的箱子去拿东西，对不对？然后你就阻碍了嘛，走道就是一个人可以走而已嘛。结果后面的那些人就被那个烟啊呛了，然后就被烧了，他就死了。本来可以有更多的人会活的，但是结果只有37个人活，41个人被烧死。这就是那真的是人执着了。这个你一上飞机的时候他已经告诉你了，说你如果有什么紧急的话，把你的东西留在飞机上，人先逃。但是还是有人自私啊，愚痴嘛，自私嘛，他要拿他的那个不值钱的东西嘛。你说是命值钱还是东西值钱，还是你的手机值钱？手机不是1000-2000块钱买多一架嘛，航空公司会赔给你的嘛？后面又死了几十个人呢，所以你想是命值钱还是手机值钱？当然是命值钱啦，对吗？这人愚痴就是这样嘛。好的，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些色受想行识的话，不管我们是从时间上看，空间上看，时间就是过去、现在、未来，空间就是内外粗细、美丑远近。所以刚才我不是在进行的时候就告诉你们，超越时间和空间，请来亲自查看，向内反照，智者皆能各自证知。你只有向内看，才能够看见真相，看见我们对他的执着，执着于色，执着于飞机上起火了，你还执着那个包包做什么？赶快逃命嘛，别人也要逃命嘛，你还执着包包干嘛？对不对？那些人真的是愚痴，结果那个走道被堵住，那么滑梯上面没有人下来了，前面滑了好多个人，然后就停了一阵子，停了10秒，那10秒就是宝贵的10秒，就死了40多个人。10秒可以逃很多人出去的嘞，你那条走道而已嘛，只是一条走道而已嘞。就是因为一两个愚痴的乘客，就把后面的人的命了断送了，对吧？所以将来要是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在飞机上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教训了，然后就知道了，然后记住它嘛，不要执着那些东西嘛，赶快逃命嘛，让后面的人也有机会逃出来嘛。好了，什么是摄影？佛陀说四大和四大所造摄，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观察下午，我们就会讲下午的开始2点，我就会讲怎么样看身体里面的32身分，四大跟四大所造摄。然后你通过观察自己身体里面的32身分是所造摄，然后分辨它是四大，你就见到真相。你见到真相，你就破了身体了，接下来你就破受想行识，那你就证果了嘛，你就证出果了嘛。那么第二，什么是受语？对色相所生的感受，对声音等等，对香味，对味道，对触，对意境所产生的感受，这6种受。什么是想？
对色相所升起的想念，对声音所起的想念等等。什么是行语六种？对色相所起的造作，对声音所起的造作等等。什么是识语？也是六种，对色相的认识，对声音的认识，对香味的认识等等。所以很重要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这几个部分。这是在相应部里面的22相应56经，佛陀对这个五蕴的定义了。好了，详细的话呢，我们就看下面身体的部分。身体的部分分成头发、毛、指甲、牙齿，这是第一组。我的分法是分成八组了，一组四个了。第二组，皮肉筋骨；第三组，骨髓肾心肝；第五组，热末脾脏肺脏肠；第四组，第五组，肠间末胃粪脑。所以五是二十喽，五组喽，水大有12个，分成三组，一组四个，胆子痰脓血是第一组，第二组汗脂肪眼泪膏，膏就是身体的污垢，我们用手去擦擦擦的话，就变成黑黑的东西就掉下来，那就是污垢。污垢就是身体的油，从身体里面跑出来的油，跟外头的那些灰尘混在一起，就变成污垢。尤其在我们颈项这个地方，我们的后面的颈项这个地方，它是最多污垢，因为汗流下来，又有油，再加上灰尘，然后就粘在那边，然后你就觉得很不舒服。你去用布来抹干净一下，人就舒服了，对吗？所以那个污垢使得身体很不舒服。所以叫垢，也叫膏。然后第三组，唾液、屁涕、关节、化液、尿，这是我们常常所说的32身分。佛陀有一部经叫《生殖念》，里面就是教这个东西，就是教我们怎么样看身体的这32块，分辨它，一组一组看，一组四个四个这样看。第三，火戒，火戒又分成三种，就是发烧的火，发热的火。现在吃了早餐，肚子就饱了，就开始消化，然后你身体就温起来了嘛。你有没有感觉试过？你要是去冷的地方呢？假设你没有吃早餐的话，你去外头，你会感觉好像人很虚，不够火。但是如果你吃了早餐，你就觉得哎很精神了，因为你身体里面有火了嘛，这就是发热的火，因为食物所带来的发热的火。第二就是老化的火。第三是发烧的火，就是感冒了，被风吹了，然后发烧了，身体发烧。第四是消化的火，消化就是肠胃在消化食物所带来的那些火。然后风有六种，三行风。三行风就是通常我们吃的食物，有时你看那小孩子吸他的妈妈的奶，然后吸吸吸，吃完了，喝完奶了，然后他的妈妈又跟他按摩背，他就会打嗝。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他会把那个奶全部吐出来呀，那就浪费了。所以那些有经验的妈妈就会这样做，因为小孩子吸奶，他不止吸奶，他也风也吸进去，然后肚子里面都是风，风就跟奶混在一起，然后最后奶就跑下去了，他就会打嗝，然后那个空气就跑出来了嘛，风就跑出来了，对不对？这是上行风。下行风就是肠胃里面跑下去的风，很臭。肠外风、肠内风，在肚子里面的风，尤其是我们肚脐那个位置，要是你不小心你去挖它，就进风了，然后你就开始肚子痛，
就是那个就是腹内风啊，肠内风、肠外风造成的，对吧？而且还有我们拿东西的时候，要拿重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吸一口气，憋住气，然后就拿起来了嘛，那就是肠外风，把那个气也憋在那个肚子外面，然后就把东西举起来，举重的人就会懂得这个东西嘛。肢体循环风，精行的时候，那个就是肢体循环风，你走的每一步都是肢体循环风。还有我们的手举起来，这个是肢体循环风。还有我们嘴巴在说话，舌头在动，嘴在动，那就是肢体循环风。还有最后一个是入息和出息，所以这个就把我们整个身体的色法分析得清清楚楚，其实这个就够了。大象记鱼经里面也是这样分析，也是这样分析，所以这个就已经够了。如果你要更详细，那可以了，就去找阿毗达摩了。阿毗达摩就把色法分成28种了，但是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边下面就是阿毗达摩的了，看4大种：地水火风、所造色、净色、眼耳鼻舌身、景色、色身香味、根、性根色、男根、女根，然后心所一出色就是心色，命根也就是命色，断食就是我们所吃的食物，馒头啊、稀饭啊、油条啊，这些断食。还有虚空，就是身体里面有空间啊，鼻子里面有空间啊，舌头有空，口里面有空间呐、肠里面有空间呐、胃也有空间呐、虚空色。身表、语表就是身体的表情跟语的表情、语的声调，还有色轻快、色柔软、色是液性、是硬性，这些叫做变化色。然后还有色寂寂、色相续，还有色老和色无常，这四种叫相色，所以这些都是阿毗达摩里面分析出来的色法。那么阿毗达摩里面又把色分成4种方法和升起，就是业生色，就是因为业带来的色，还有心生色，就是心所产生的、所带来的；还有食生色，就是我们的食物吃的食物带来的；以及最后一种叫做时节生色，就是因为时间的变化，所以那个色法就慢慢的衰败、坏去，尤其是身体啦。植物也是这样的，如果植物你把它砍了，它就开始衰败了嘛，叶子就变黄了嘛，然后就没有了生命了嘛，就没有营养了，就没有了生命了。人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嘛，人的身体呼吸一停止，它就开始衰败了，身体里面就开始腐烂了，所以那个叫时节生色。那么跟随它生出来的形式又有分为有情众生，有分成胎生、卵生、湿生跟化生等等。好，那么这是指色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受蕴。受蕴呢，简单的说就是两种：心、身体的受跟心的受。对于那些解脱的人呢，佛、阿罗汉、辟支佛，他们就有身体的受，没有心的受。根据经文呢，受也可以分成3种：苦受、乐受跟不苦不乐受。也可以分成5种：身体的乐受、身体的苦受、心的乐受、心的苦受和不苦不乐受，中性的。这是非常重要这一段，32页最后一段。受的升起是身心接触外境而起，受的升起有5个过去因，就是无名、爱取、行、
而业有，有不是取缘有，有缘生吗？啊，有就是业带来的。无名爱取行而有，所以受的灭就是，当你离开你所接触的境界的时候，就没有了受，受就结束。所以阿罗汉入涅槃时，无蕴灭尽，受也就结束。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一点，你要认识它，记住它，然后我们在平常关照自己，就可以用到这些东西。想语分成三种，善跟不善跟无记，也可以分成六种，就是佛陀所说的色想、声想、香想、味想、触想跟法想。那么这边这句话这一段非常重要，想的升起是因为根门接触境界之后，意门所起的认识和思，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记住这一句话。我们怎么会有起想？很多人是想的不停，他就是没有去观察自己的想，然后就一直在那边想，想的想太多的结果就变成精神病了，就变成怪怪的，神经不正常了，就是想太多早早成。一般上我们没有必要去想这么多，但是那些人想过量过分了，结果就自己想，自己就在那边自言自语，那么胡说八道，就是结果就变成精神病。所以佛法是还非常好的，包括那些的忧郁症的人也是这样，他忧郁就是他受了感受所控制住，他执着于那种苦的时候，然后一直觉得他没有人爱他，没有人尊重他等等，他就自己封闭自己，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白牙塔里面去，象牙塔里面，然后自己想我是这样，我是这样，我是这样，我的感受是这样，我是这样，这样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同情我等等，这样没有人爱我，这样结果他就一直被那个受跟想困住，然后就越来就越糟糕，越来就越消沉，越来就忧郁，最后就自杀跳楼了，就像张什么唱歌的那叫什么名字，张国荣啊，就像张国荣这样，然后死了怎么样，做鬼去了。而你要想再做人了，很难了，要等不懂多少百万年之后的事情才有办法做人，你都不想做人了嘛，你才会自杀，对不对？所以很可怜这些人。所以要认识那个想呢，是我们的一种功能，我们的心里面的一种功能而已，就是它能够辨别。我们看见